当亏的，吃吃的那个该丢就挨过了。这个尸体是不是屁股翘起来这样撕掉，这样抓住别人的肩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撕掉的？是不是？他当了大概六年的村长，其中坐牢就占据了四年半。很多土地的事情的内幕弄出来的话，是政府承受不了的。这个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舆论争议啊，而且这个地方有个问题，它是剥夺了人家最基本的生存权利。人均两分地的这种地方，几分地的地方，你他妈的把他本钱都拿走了，你给他一万块钱。真相我们永远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信息不对称的，我们真相很多东西都掌握在一些公权力手上，我们拿不到。到底个意思个被杨威呢秒杀个两个人给他按下去，好的眼里都是这个样子。是我很难设想那是一个谋杀案，我个人是倾向于是一个普通的车祸。我们认为这是确定性的交通肇事，我们没有发表一个模棱两可的只会讨好网民的一个说法。我们认为主要事实已经清楚了，这个而且我们也确信它就是一起交通事故。钱云慧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钱云慧认识吗？咱们来搞嘞，搞要个牌子做保卫。啊，傻瓜傻瓜，自己傻瓜，别挂别挂，别说别说。哎哎，慢走慢走。哎你是钱真贤？不是不是。不是了，别说了。我说了，你能给我保证人身安全吗？钱村长，不懂，不懂了，哥。刘家院的大娃，谁的恩，谁的哥哥啊？